Hello Shadow，咁我而家咧就 live 年輕啲翅膀嘅Violin Two 俾你聽。嗱，咁你可以試下咁樣嘅，咁我由頭開始拉，就拉到去第二版嘅第二個小節嚇，即係咁我一開頭點樣做咧？一開頭當然你要 check 咗嗰個 G 音啦，即係 D 線三手指啊，D 線三手指，你記住個手型咧喺嗱呢條係 D 線係咪？咁你個二三手指要黐住嘅，得唔得？二三指要黐住。咁然之後，咁我點知呢一個係要高啲，定係要低啲，定係要點樣呢？咁點算呢？你有個方法嘅，就係你撳住個 G 線之後呢，呢個 G 啦，咁你同呢個 G 去 check 係啦，睇下係咪一樣聲。咁你可以拉佢出嚟嘅，即係譬如可能我而家我拉啦咁樣，你聽係咪啱咯？咁呢個係啱嘅聲音，OK？咁如果你咁樣嚇，哇，咁就唔啱啦。揾翻我啱嘅出嚟先，OK？好啦，嗱，咁呢个啱啊嘛，咁之后先至好开始。咁你记住个手型就系二三次，即系你呢两只系呢个 G 呢个 F sharp，咁两个系半音嘅音程，所以系会黐住嘅。咁然之后咧就试下 OK 拉啦。咁我哋用咩弓咧？我用嗰个叫做用晒啦，成支弓，因为我系大声嘅。你可以试下呢度弓筋度开始，OK？就之後咧，會唔會都跟到？咁因為我哋上次係好耐之前拉過，跟住停咗好耐啊嘛又。咁你睇下跟住我呢一個速度聽完之後，可唔可以 pair along 即係跟住一齊拉？咁如果唔得嘅話咧，咁你聽完之後自己拉嚇得唔得？再唔得嘅，我星期一再詳細教你好冇？咁啊提翻你，我哋呢首歌咧就 F sharp G 啦，會係半音啦，即係你 D 線嘅二三手指，你會黐手指啦。另外一個位就係 B 同埋 C，咁 B、C 同我之前同你講過㗎啦，就係 A 線一同埋二要黐，得唔得？咁你 B 同埋 C 邊個音咧，你要自己揾啦喎，OK？因為我本書應該都 mark 晒㗎啦，咁你 B、C 即係 A 線一二手指要黐啦，即係呢兩個聲音啦，嗰個係B、C 啦，OK？同埋 F sharp 同埋 G 啦，OK？OK，另外就係你開始拉之前咧，你個 G 音咧要 check 喎，即係撳咗個 G 之後咧，佢唔啱啦，咁你要再高啲啊。聽到佢拉出嚟係準為止，先至好開始拉首歌。如果唔係，就會成首歌都錯曬嘅。OK，咁我錄住咁多先。OK，拜拜。